中国好声音这就是歌唱对唱记演播原因后期制作调整。新京报7月21日报道记上周真相吧。花花万舞周六夜现场两档综艺节目相继下架，中餐厅延期一周播出后，原定于今日7月20日晚间在浙江卫视播出的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二期，以及在优酷首播的《这就是歌唱》对唱季也先后在其官微发布延期声明，双方表示节目延期主要原因均为后期制作调整。中国好声音在声明中表示，节目延期是由于后期制作和编排调整，这就是歌唱对唱季则表示，为了更好地保证节目品质和播出质量，由于目前后期进度时间紧张，节目呈现还无法达到我们心中的标准，因此决定延迟播出。目前两档节目的主办方未对此作出进一步回应，下周是否会正常播出也尚未可知。